大家好，我是旭哥，沃克汉玩转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疯狂战娘，又是一款这个妹子胸部握拍都很香很色的手游啊，还有没有一个比一个大？这个好像某款动漫啊，好，真的非常大，好，太香了。今天旭哥会讲这个游戏最全的里巴马兑换教学，还有这个游戏的 T 零最强神角推荐。那开局的各种福利都爽爽领起来。那可以领到两支免费的神交旅布啊，跟着旭哥爽爽的攻略吧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。好，那我们进入游戏啊。哇，这游戏怎么人物长得很像某个就是动漫。好，那我们就选一个吧。选一个可爱的，好，这个好了。有没有长得很像某个动漫啊？一骑当千，这一骑当千吗？好，所以这个是一骑当千的手游。还有出手游吗？好，哦，这个胸部很香啊，这个欧拍很赞。哦，孙策伯符啊，赞赞赞。继续战斗，不知道这个一骑当千还有出过这个手游啊，太酷了吧！嗯，这个福利领一下，一定要领的啊 ，VIP 福利还有签到福利。哦，可以抽一下这个手抽。来，我们中了这个哦，吕蒙子民四星的。旭哥的印象就是这个一骑当千的这个女角的胸部都非常大。好，那旭哥来分享这个游戏最新最全的礼包码兑换教学攻略。那我们首先点画面左上角人头，人头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点画面的左边，在左下角一个礼品兑换，点进来这边就可以输入礼包码了。有没有看到这边就可以输入，在中间这边。好，那接下来把这个合成起来，点尾。哦，可以继续打了。哦，一个比一个香，也太色了吧！看到什么活动？线上好礼，我们只要一直待在线上，就可以领到像是突破石、钻石、幸运草这些好东西。好，继续挑战。好，我们继续推土，就一直往下推就对了。往下推就可以拿到很多好东西。然后就可以去打这个装备副本，这个都是很 Q 版，这个好早期那种 Q 版的玩法。然后就可以扫荡这样。然后把它装备起来，哇，穿这个也太香了吧，太色了！一件穿起来，有没有这样开局就大量强化战力？还有这个副本可以打。现在是材料副本，其实放置型的玩法都大同小异啊。他这个人物的模组竟然前面会一直晃，哎，他倒是有抓到这个精髓。好，那旭哥来抽一下转蛋好了，有这个郭家奉孝三星的，四星的陆逊伯言，五星好像不是很好中，哎，
有一个无双的流产，然后这个免费五抽抽看。哦，马超这个姿势也太色了吧！他那个姿势也太会了。抽看这个，贾诩、郭嘉、马谡。哦，拿到蛮多好东西的。来看一下福利。哦，抽这个还可以，就是花石钻去拼，就是更多的钻石这样。蛮有趣的。好，钻石拎起来。好，那等级冲上去的话，还可以免费拿到这个一只神角貂蝉啊，真的蛮赞的。那貂蝉还可以这个觉醒，哇，好香啊，赞赞赞！来，我们拿到貂蝉了，养起来。再把它上来啊！哦，马超这姿势也太色了吧，很会。貂蝉放上来，他每个人物都好色哦。哎，真的太香了，太香了。旭哥好像最近都很喜欢玩这种手游，太舒压了。好，那旭哥来讲一下这个游戏的 T0 神角推荐啊。那这个红色的无双关羽一定要推荐一下，这个也太色了吧。他这个衣服整个爆开啊，太香了！这个土超赞。他大招呢，这个关帝临袭击，可以对敌方全体造成非常高的全体输出150%的特技伤害。他属于这个输出的前排的这个角色，那大招啊，然后暴击都非常强势的优秀角色，整个加成都很不错。提领神，他跟这个无双的角色，还有这个百花缭乱一些加成。然后亦敌亦友啊，刀剑无双这些加成非常赞，所以这个T0神角关羽呢，一定要把它抽起来啊！好，那我们只要登录呢，在左上角的大礼包呢，就可以拿到这个终极斗士吕布啊，第二天可以拿到这个神角，那第七天还可以再拿一次啊，还有很多这个转蛋券，大量的转蛋券十抽啊什么的。好，最爽的福利，最强的攻略都在旭哥频道，那我们下一集攻略见啊！哇，这个欧派赞啊，好香。